士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的太上感应篇，我们要讲到了第23页第二行，会辣歌舞，硕旦豪怒，对北涕唾及尿，对照吟咏及哭。这里啊，由这里开始，就是讲不敬天神之恶啊，这个很不好啊。这个会辣歌舞啊，我们这本啊子讲里面啊，很简单的解释，就是月底年终歌舞会误了正经事情，会辣歌舞。那么硕旦豪怒呢，就是每月的初一以及每天的清晨，怨恨气恼而嚎哭啊，这更不好了啊。在对北涕唾及尿，面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，很不礼貌。再来对照吟咏及哭，面向炉灶啊，歌唱哭泣啊，就是我们这本啊《太上感应篇》只讲很简单的解释。那么呢，从这里开始呢，会辣歌舞啊，硕旦豪怒啊，对北涕唾及尿，对照吟咏及哭，从这里开始就讲，就是不敬天神之恶。那么这个会呢，是农历的月末一天啊，农历每个月最后一天。这个会是没有月光。注解讲啊，这一天是司命灶君昼延四人功过之日，这是道教的说法啊。那么呢，腊是指的年终，中国古代的习俗，腊呢有五种。注解说啊，就正月初一日叫做天腊，五月初五叫做地腊，那么七月初七叫做道德腊，十月初一啊明岁腊，十二月初八明后王腊 ，OK。那么这是五腊啊，所指的五腊。那么呢，会腊歌舞啊，就是说在会腊之日唱歌跳舞啊。这个啊，我们刚刚讲的这五腊，这是啊，乃是五祭天君聚会审查世人善恶的日子啊。这个五腊，这五天很重要哦。这些日子是五祭天君在玄都。玄都就是啊，道教里面讲就是神仙的居地啊，举行朝会啊，举行早晨的会议啊，率领人间地府五岳等三万六千阴阳诸神，校定世人的善恶罪福、荣禄寿命、吉凶生死等事情。很重要的日子，一一都记录在簿册上。所以啊，这个五天呐，哈，啊，这五个腊啊，五腊日啊，大家要特别的注意。凡是遇到这些日子，万一有了过失，被登记在黑簿上，就很难赎罪啦。啊，这五天大家特别要注意。当然平常也是要注意，但是这五天呐，啊，这个道教里面的说法啊，这个就是五祭天君啊，在玄都神仙居地举行朝会，所以啊，这五天特别特别大家要注意 ，OK。那么再来会腊的日子啊，是应该要追荐荐拔祖先，还是应当任意歌舞呢？所以会腊的日子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讲一下啊，这个注解里面有这么说了啊，就说丰都北帝，也就是丰都大帝以及太阴天君，道教的月神亦称太阴皇君或太阴元君，也在这些日子里面牵引出
杨氏的人啊，已经过世久远的祖宗、父母或者是眷属，乃至幽禁在地狱的鬼魂，询问他们住在阴府年代的远近，以及问他们为何造罪结业来阴府受罚的原因。那么呢，坟墓现在何处啊？子孙的名字是谁啊？啊，已经取得子孙、兄弟、亲姻、九族的姓名，随即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校定，以作为审定杨氏人罪状的依据。所以大家啊要注意，如果经过累劫，杨氏祖孙都没有替祖先忏悔赎罪。各位都知道，我们佛教，我们在经常的啊，尤其是华藏卫士，我们经常的有在做三十系念法会啊。再过不久啊，好像是12月27号，我们也会在这个台湾大学体育馆啊做这个三十系念法会。我知道很多人都会去写超度祖先的啊，这个牌位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你看这里就是讲了，这是啊注解里面说的，如果经过累劫，杨氏的子孙都没替祖先忏悔赎罪，必定会啊延祸连累杨氏的人。何况在这一天，祖先的灵魂和死去的眷属都能获得释放，各自回到家中接受子孙祭祀，所以作为子孙的人自然应当依凭教法来为祖先祭祀忏悔赎罪。如果此时任意唱歌跳舞，就会得罪天地神明以及祖宗。这么说来，那么在会腊的日子是应当追念啊超荐啊荐拔祖先呢，还是应当任意歌舞呢？大家好好去想一想啊，很重要的事情。 OK， 于义毕先生说啊，所谓会就是一个月的尽头，所谓腊就是一年的尽头。那么世人呢，在此应当要考核自己的功德，立志去进修。所以啊，祖师劝诫世人说啊，事先如果不做好准备，恐怕腊月三十日到来的时候，保致你只会落得一场热闹，也就是说临终的时候会手忙脚乱啊。也就大家要好好的注意啊。那么又说啊，你们所有的人试着自我检点一下，看看自己从小到老，从生到死，自己的心以五欲六尘烦恼业事都打成一片，混乱做一团啊，到最后要怎么办呢？哪个才是回头的方法呢？大家这个要注意哦。 OK， 不要只顾着玩乐欢乐啊。就在忽然之间啊，当你呼吸停止了，眼睛紧闭了，只剩一个游魂的时候，就要随着平生所造的善恶业去受报啦。这岂不是虚受生死吗？啊，大家要谨记谨记啊。隐居莲池大师在敬老的啊仪式中，每次在夜会日，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啊，都会提醒众人说啊，人命是无常的啦，非常的短暂啦，只在呼吸之间呢，就像是鱼在热锅中啊游走啊，很快就会被煮得焦烂啊，又像灯火在风前啊，刹那间就会被吹灭，何况这个身体啊，不久之后啊，必会走向死亡，面前啊
前面的道路则是一片茫茫，不知何去何从，怎可不猛然的醒悟人命无常，战战兢兢，警惕勉励，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了。祖师如此的苦口婆心的劝诫世人，我们啊，哪里还会有在会蜡之日唱歌跳舞的事情呢？所以会蜡之日应该是好好的反省祭祀祖先啊。那么呢，这个是古人啊，祖师给我们的劝告。OK， 大家要谨记谨记，不要因为欢乐啊而造下了一些恶果不好。那么呢，再来，我们讲朔旦豪怒。朔是初一，那么旦是早晨，太阳刚升起的时候，朔旦啊是恭敬，是对日夜星辰的恭敬。那么呢，北方，北是上方啊，我们居住在地球的啊，就是北半球。那么北半球的上方是北，在晴天夜晚，我们观看这个星象，所有的星辰都在旋转，只有北极星不动，所以啊，北方称为上方。对上方要尊敬，悌与唾都是不敬的行为啊。那么呢，灶啊，就是灶神啊，就是司命之王，对灶神不可晃视，不可轻慢。中国古人对灶神非常的恭敬，当今呢，供养灶神的人已经很少了。有人在问啊，现在人们不供养灶神，灶神还有没有啊？当然有。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呢，还有门神啊。如果把人们居住环境中的神明啊算一算，比家中的人口更多啊。所以说啊，人与鬼神杂居，因此啊，古圣先贤教我们要敬鬼神。那么道教敬天地神明，目的是趋吉避凶啊，希求天地神明保佑。我们学佛啊，我们目的是明心见性，如果不在这个敬啊，如果不在这个敬上认真修学，要明心见性就很困难了。那么在现代呢，讲到天地神明，一般认为是迷信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，其实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超越世人的常识。例如啊这个轮回转世的现象，我们呢，在这个报纸，在资讯中也常常看到，这些到底是真还是假呢？这个六道轮回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？古代的读书人啊，不下结论，他们存疑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没有搞清楚，那么继续观察研究。可是现代人们断言啊，有人说啊，这是迷信。其实不对的，真正的科学家，尤其是西方的许多大科学家，都深信宗教，相信上帝，也相信神明。中国、印度、埃及等文明古国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证明确有此事。所以啊，现代科学的理论与古圣先贤的教诲有不谋而合之处。科学家不称为鬼神，而称为不同的空间维次的生物。科学证明空间是多维次的，维次空间。那么黄念子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的书末呢，
附了一篇文章说啊，西方科学家已经证实了有11度空间的存在。那么呢，我们啊常常讲2度空间、3度空间，那么理论上呢，空间维次是无尽的。事实上呢，已经证明有11个不同的空间维次。比如说像电视机有很多个频道啊，每一个频道之间他们彼此不相知不相见，那么呢，大概高维次空间的生物能知道低维次空间的状况，而低维次空间的生物无法知道高维次空间的状况。在动物界啊，有很多低级的爬虫类啊，就像蚂蚁啊、微生物等等，他们的生活的空间是2度空间，在他们的感觉中啊，只有长度和宽度，没有高度。那么我们有高度的感觉，我们是3度空间的生物，我们知道2度空间的那些生物，而2度空间的生物不知道我们。所以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啊，比我们维次高的生物啊，能看到我们，就像是我们看得见蚂蚁一样，但是我们却无法察觉到更高维次空间的它们的存在。那么佛经里面说啊，空间维次就是法界，法界无量无边啊，佛有方便说啊，归纳为十法界。十也是代表无尽。那么法界是怎么形成的呢？科学家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无法突破。那么佛告诉我们了，法界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，懂得它的形成的因缘，就可以找到突破的方法。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突破了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在佛家讲就是禅定的功夫。禅定的功夫越深啊，突破的空间维次就越多啊，对虚空法界的真相就明了的越多。佛教导我们亲自去证得。 OK， 那么呢，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注解里面硕旦豪努啊，也就是说在每个月的初一的早晨呼嚎叫骂，这很不好，特别是初一的早晨。硕，初一，旦就是清晨，一个月的作为啊，奠基于初一，一天的作为啊，奠基于早晨。这个时候应当澄净心思，才能上合天道真理。假如一有嚎叫发怒，那么浊气就会随着肝火上升，真气就会随着怒声消失散失掉啊！这是神昏气浊，善念就消失了。所以各位谨记谨记，每个月的初一的清晨特别的注意啊。那么呢，古诗说啊，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，不忍就是你不好好忍耐。临机如对镜，妙处在光明啊。佛以求无争啊，汝书啊，汝家啊，汝书贵不争啊，好条快活路，是一条很好的快活路，世上少人行啊。也就是说，世间一切的烦恼啊，都是因为不能够忍耐而产生的。所以说忍入波罗蜜，忍是修定的前方便啊。
忍耐是修定的前奏啊，你不忍，你怎么能够得定呢？所以忍入波罗蜜相当的重要。忍入对治嗔恨，所以啊，这个意思啊，告诉我们世间一切的烦恼都是因为不能忍耐而产生，面对境界的时候就像照镜子一样，最妙的地方就是要能够心存光明。佛告诉我们啊，希望不要争斗，儒书啊，儒家的书籍啊，儒书儒家也教我们贵在不争，争啊，竞争斗争啊，这是一条很快活的路，但世间人很少去走，就是啊，要忍耐呀、啊，就说啊，你好好的忍耐，就会有光明。这是一条很光明的道路，那么呢，却大家不懂得忍耐，嗔恨心在作祟，忍辱是对治嗔恨，布施对治悭贪。所以啊，这个大家好好的深思深思。佛经说啊，嗔恨是失去诸善法的根本，嗔恨也是堕入诸恶道的因缘，应当赶快将它舍弃，不可使它增长，嗔恨心不可增长。因此啊，怒豪怒实在是太牵累人了，尤其是在硕旦豪怒初一的清晨，在那边发脾气，在那边大哭大叫豪怒，这触怒鬼神，你把你的一条啊康庄大道都给哭坏了，豪怒坏了，实在是不值得，大家深深的忏悔。所以啊，硕旦豪怒啊，真的不好啊，大家好好的注意。那么嗔恨尤其是失去善法的根本，也是堕入恶道的因缘，应该赶快将它舍弃，不可使它 增长。因此豪怒实在是太牵累人了，平时也应当要谨慎，何况是在初一的清晨。大家注意，初一清晨或是所有的清晨都一样，一日之计在一晨，你一天起来要做多少事情，你一清晨一豪怒，一生气一豪怒，这一天都不用做了，你嗔恨心就会障碍很多的善法，嗔恨心也是堕入恶道的因缘，不能有嗔恨。所以说忍入波罗蜜，忍日说来对治嗔恨的啦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我们的，这是几年前呐、啊，因为那阵子啊，大概四五年前，我开始练讲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四五年前我就开始练讲。我讲了一阵子之后，我有一天碰到啊，见了老和尚，我跟师父说啊，我说师父，我最近学佛啊，我觉得最大的心得是什么？四个字，是说哪四个字？我说心平气和，这是也是我从《太上感应篇》啊这么念讲多年来的我的心得。那时我告诉老和尚，老和尚说很好，对，忍入波罗蜜，一切法得成一忍。大人大成就，小人
小成就，那么不忍就没成就啦。所以啊，忍辱波罗蜜不好修，但是一定要修。那么这里又告诉我们，初一的清晨，还有所有的清晨，你绝对早上起来啊，是一条光明的一天啦。这一天你一大早起来就在那边嗔恨，哇，这一天你做不了好事情的啦，不去得罪人就很够了，就阿弥陀佛了。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初一的清晨啊，所有每天的清晨啊，更是每天啦。 OK， 忍辱波罗蜜，要心平气和去对待的每一天每个时候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常常讲嘛，这个火烧功德林，你修了多少的功德，慢慢的修，慢慢的累积，那么嗔恨心一来，一把火烧掉了。火烧功德林，就是火，就是嗔恨心，嗔恨心像一把火，把你的功德都烧掉。哎呀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好好的忏悔，不能够有嗔恨心，尤其是硕旦不能够豪怒，如果有的话，大家都要忏悔。再来，我们这里还在举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。OK， 啊，就是我们啊，这里有对北剃唾及尿，这个北方，我们刚刚有讲到啊，北方啊，北是上方。我们居住在北半球，所以北半球的上方是北，那么这个北方称为上方。 OK， 对上方要尊敬。那么剃唾都是不敬的行为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嘛，有个很好的例子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所以特别啊来跟大家分享。就是从前的常熟，就是现在江苏省啊，有户钱姓的人家是一个大宗族。那么在明武宗正德年间，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。就是这个大家族呢遭了火灾啊，因为家族很大，房子很多，那么大火呢延烧了三天三夜。那么熄灭之后，在灰烬中呢，只有三间小楼房幸存。那么他们这个大家族，当然房子很多啊。那个古时候的这个大家族都是一层一层的啊，这个房子。那么呢，啊，只有三间小楼房啊幸存，没有被烧毁。这个就是前世啊的这个小氏啊，古代的这个有钱人啦，都是娶好几个老婆了，妻妾很多了，啊，有大老婆，还有二老婆，还有小三、小四，是前世的啊，这个小四的房间，第四个老婆的房间。那么第四个老婆呢，他们婆媳两人呢，寡居在这个地方，那么一同住在这个啊小楼房的上面。那么当大火四面烧得正炽盛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呢，婆媳两个人呢，啊，被困住无法逃难。他们平日呢敬奉北斗神，此时只知向神明叩头求助，忽然看到有七个身穿红衣服的人站在屋檐下面，举起衣袖向火挥动，火就随着手势散开，于是婆媳两人呢都平安无事，而四面的房屋却连一根木条都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个大火烧了三天三夜。因此呢，当地受到感化，家家都供奉北斗星君。那么呢，这个凡是啊崇敬北斗星君，因而获得延长生命，免除疾病，保住性命，度过灾难，啊，事与福报绵延，
啊、子孙等种种的福报，以及、啊、水火盗贼妖魔鬼怪瘟疫、啊、单病等种种灾害不清的例子实在很多，不胜枚举。也就是说崇敬北斗神经，因而、啊、就是说、啊、延长生命，而且、啊、免除一些疾病、啊、那么、啊、就是说躲过很多的这个灾害的很多很多例子，很多实在是、啊、不胜枚举。然而最重要的又是在行善才能感动上天，世人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岂会有对着北方擤鼻涕啊、吐口水啦、啊，以及啊小便的这些事情啊，这个不好啊。因为北方，我们居住在啊北啊北半球，北半球的上方是北方啊，它是啊就是上方。那么事实上，我们呢、啊、对所有的方都要尊敬，不能在外面随便的啊不恭敬。OK。我们在这里要讲到对照吟咏疾哭啊，这里呢也有啊注解里面也有一些解释啊，这里有说皇帝赵经说啊，赵门之前呢、啊、不可以歌唱，以前的赵都很大啊，我记得上堂课我们也讲过啊，从前大概四五十年前乡下的那个灶都是用砖砌成的，很大很大，大概我记得一个灶都差不多有一坪大左右，很大很大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，在乡下呢啊，那个住的房子呢啊，那个灶非常的大，那么灶都还有一个灶门，但灶门也是蛮大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灶门之前呢不可以歌唱吟咏哭泣诅咒啊、谩骂叫喊。要知道歌唱以及哭泣虽有高兴和悲伤的不同，但都是怠慢神明，必定会招致消减福禄及寿命。而且现今世人啊，再说嘛，现在世人在官府面前尚且不敢大声说话，为何独独对神明却肆无忌惮呢？所以啊，古时候啊，大家知道灶啊是有灶神的，现在也是一样，也是有灶神，只是现在的灶没有像古时候那样子啊，现在都比较简单呐、啊，但是灶神还是有的哦。那么所以这是我们一般人、啊、一定要警惕的。至于尊敬神明得福，那么呢亵渎神明呢招祸啊，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白啦，大家不可不注意。 OK， 不可不警惕，天地神明我们都要恭敬。 OK， 我们对人也是要恭敬，这个普贤十愿里面告诉我们礼敬诸佛啊，那么对天地神明我们都要尊敬，都要恭敬。那么再来我们啊接下来要讲第二十三面啊，倒数第二行，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，这些都是对天地神明的施敬。就是因为古时候的灶啊都是烧这个柴火啊，用这个灶火点香啊啊点燃线香啊，那么会柴作食，用污秽不洁的啊这个木材烧饭菜。因为古时候的这个煮饭嘛，那个都是烧木材，那个柴有的不干净，秽柴就是不干净的燃料啊。那么用这些不干净的柴来做燃料，这个烟尘上升就是对神明不敬，这种也就是烟尘污染空气，影响健康。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敬，所谓的纯诚
纯净。净的目的是帮助自己能够明心见性，开显性德，首要的就是要恭敬啊，诚敬啊。普贤十愿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嘛，这些都在礼敬诸佛的范围之内。诸佛不仅有过去佛、现在佛，还有未来佛。未来佛指的就是一切有情众生，还有无情众生。所以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要平等的礼敬，真诚的礼敬，清净的礼敬，性德才能够透出来。如果对一部分敬，对另一部分不敬，性德就不能够开显出来。如果诸位想真正脱离十法界，证得一真法界，就要学习诚敬。 OK， 那么呢，注解又引诸经集要，就是诸经集要说，乎因事物理必借相以导真。这个是讲一般修学的过程，为什么修学着重四相？因为相能帮助我们开悟，帮助我们明心见性，瞻仰圣容啊，来香花以供奉。我们供养佛菩萨啊，供养佛菩萨的像，借香花以表达我们的敬意。香以花都要洁净，表示我们的恭敬心啊。佛言啊，佛说啊，如来魅惑魅度以后啊，若复有人以一花、以一香用作供养，以一举水除去不净，举足一步一诸佛前，一称南无佛，世人若堕三恶道者，无有是处。这里就是讲礼敬的功德，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除去不净，这是借着形象清净自己的心，心净则土净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皈依三宝，当然不会堕三恶道啊。纵然曾经造过三恶道的业因，但是现前的缘殊胜，心缘三宝，不缘三恶道，也就不会堕三恶道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大家必须要知道啊，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保持环境的清洁整齐，果报必定不堕三恶道。大家知道畜生居住的环境污秽肮脏凌乱，我们如果与畜生差不多，那就要堕畜生道了。所以啊，大家也要好好的保持环境的整齐清洁， OK， 一定要用最好上好的香供火，燃香不必很多，一支就够了。现在都市啊，公寓的房子啊，空间越来越小，那么人口密度越来越大，我们烧香啊，有时候邻居会来干涉，由于空调的关系，所以啊，居住的啊这种环境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也要稍微注意啊，这个香啊一支就够了啊。那么我们要怀着恭敬的心啊就可以了啊。修行的人啊，不可以让别人起反感，无论世出世间华，想要有所成就，必须要让大众生欢喜心。古德讲啊，天时不如地利，那么地利不如人和，大众对你尊敬，你的事业就容易成就。如果你的所作所为让大众起反感、起厌恶，你就得不到众人的帮助，也
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有成就，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。 OK， 那么注解说啊，正人君子，明则为人，忧则为神。为人是指顾忌大众的指责、舆论的批评；为神是指惧怕鬼神的惩罚。君子嘛，有所顾忌，有所畏惧，所以不敢做错事情。一个人能够相信这些道理、这些事实，无论在明处还是在暗处，不但不能做不善的事情，就是连不善的念头都不能起。 OK， 我们起心动念自以为别人不知道啊，其实啊，天地神明都知道，我们人们起心动念都会有形象显现出来，凡夫看不到，鬼神看得到，修行的人在定中也看得到啊，所以大家必须要注意。 OK， 再来啦，我们接下来讲第23页的最后一行，夜起搂搂，八节行行。夜起搂搂就是夜间起来赤身露体啊，八节行行就一年八大节气，四立二分二制，施行刑罚。夜起搂搂是对鬼神不敬，夜晚搂搂虽然没有别人看到，但是鬼神和我们啊是住在一起，他们会看得到，是不一样的维持空间呢、啊。所以啊，这是对他们不敬啊。这样的事现在大概应该很少了。现代的人夜晚睡觉的时候，哎，都穿着很讲究的睡衣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应该比较少有这种情况。那么呢，八节行行，八节就是指的四立，四立就是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啊，就是四立、二分、二至啊，就是这八个节日。那么道教讲呢，天神在这八天到人们的家来巡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，纵然要处决囚犯，也不应该啊，在这八天行刑，这很不恭敬的啊。就是说，如同贵客到我们家里来，啊，我们当着他的面惩罚子弟、惩罚仆佣，让客人多么难堪。所以啊，这八节八啊，这个八节就是说，四立啊，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，那么二分就是春分、秋分，二至就是夏至、冬至啊，这个八天不能施行刑罚。所以啊，在这八天当中啊，啊，这个古时候啊，啊，像这个八天呐、啊，都是行刑，都是延后啊，也就是说，在这八天，如果行刑的话，很不恭敬，因为这八天呢，就是天神呢会到这个人家啊来巡查，那么呢，不能让神明看到啊这些情况，因为让天神知道啊我们的社会一片祥和，我们要以好的景象，就是说啊社会一片祥和，以这种好的景象来供养天地神明。那么这八天呢，就连呢、啊、要处啊处死囚犯啊、行刑啊都不可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当然更不可以造作一切的恶业。所以啊，
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，这个我们这里面讲了很多的日子啊，要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些日子嘛，天地神明都会来视察，那么呢要有一种祥和的气象，让他们觉得啊很好供养天地神明，而不要有一些啊不好的情况啊，这样子的话就对天地神明不恭敬，所以大家要谨记谨记。再来呢，接下来我们讲第24页第一行，拓流星紫红泥，则取三光九世日夜。拓流星就对流星吐口液，紫红泥就手指彩虹，则指三光九世日夜啊，常常以手指日月星，以眼注视啊日夜，这些都是不净啊。流星在晴朗的夜晚几乎每天都能看得到，霓虹嘛就是空中水汽啊，水蒸气经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，那么三光就是指的日夜星啊，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，古德教我们修静，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存恭敬心，诚敬是性德，诚敬能开发自性，诚敬到极处就是自性的流露。道教讲啊，这些自然现象都由司命之神在主宰，这也是一门学说啊，听来有一番很完美的道理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好好去研究啊。那么文明社会啊，当然啦，人们不随地吐痰，这是很好的习惯，养成自己的恭敬心，从极为细之处扩大到尊敬一切人，尊敬一切的事，尊敬一切的物，也就是说用恭敬心啊，诚敬是性德，那么诚敬能开发自性，诚敬到极处就是自性的流露，古德教我们对一切人对一切事一切物都要常存恭敬心。 OK， 好，谢谢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